在中国台球界有一对公认的金童玉女，一位是斯诺克神童丁俊晖，另一位则是九球天后潘晓婷。我不是天后，只要大家记住我是一个台球运动员，我叫潘晓婷就好了。啊！潘晓婷，中国第一位登顶世锦赛冠军的台球运动员，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她一举夺得女子美式九球项目的冠军。好的，对着这颗九号球稳稳落袋。这枚沉甸甸的金牌，让28岁的他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巧克扔出去，鞠了一躬，哎，人有点就那个供血没上来。对于中国姑娘潘晓婷的出现，世界台球界权威杂志曾如此评价：最遥远的旅行者，用坚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有的时候我一杆球没打好，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神就像两条光一样刺在我脸上。小小的台球桌和桌上被撞击滚动的九颗小球，曾是潘晓婷生命的全部。哇！挥手他走向世界的体坛之路，那些奋斗的内拳，那些痛惜的舍弃，成就了一个中国女孩成功之花绽放的背后故事。看清眼前的观众背后的大家好，我是李江，欢迎各位收看由美白专业品牌白大夫独家冠名的背后的故事。今天我请到了这位嘉宾呢，我想电视机前热爱台球的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这个球技是一流的。他是中国女子台球运动员在世界上获得世界级冠军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叫潘晓婷，我们掌声欢迎晓婷。晓婷你好。你好。哇，今天这个是球杆吗？对，这个就是我的武器。好特别啊，这个蝴蝶还有这个紫色和这个漂亮的这个小钻，一看就是这个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啊。那晓婷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看现场有非常多喜欢你的这个朋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问问你，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谁先来。好，一位先生，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就是事业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球技又好，那像你这样的白富美，这个选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呀？白富美啊，其实我自己，我目前啊，我觉得以事业为重吧，因为我觉得我对台球的追求还没有到我觉得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到你现在这个程度都还没有达到，你觉得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要不然就多耽误终身大事啊。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看缘分，那对于达到这个目标，也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1秒钟，其实就在于心结什么时候能开。为什么说心结什么时候能开？就是什么时候不怕输了，自然就放胆的去展示。然后比赛中我觉得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怕输。小婷来到我们现场啊，这个球杆也带了，然后我们这个球桌也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们请小婷帮我们这个亮几手绝活好不好？来教我们几招。好，我们请小婷这边请。来一招这个花式的好不好？好。好，来欣赏一下。这是什么动作？还要敲球吗？这个是固定球点，因为打花式表演的时候要讲究是角度还有摆法，要所有的球都贴合在一起，这样的话角度才是固定的。这杆球呢是3号5号进中袋，2号右边底袋，白球用高杆打2号3号的中间，画一个弧线，把6号打进。哇，好，这杆球是
一号球中袋，三号球中袋，五号球左上角底袋，七号右上角底袋，八号这边中袋，白球会走一二三颗星撞击三角框，六号九号入袋。有这么神奇吗？我们来看看，屏住呼吸哦。果然是天后，就刚才这一招是你觉得得练多久啊？这个我是练了挺久了，我是会打球之后都练了很久，因为这个摆角度特别关键，因为差一点点整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好，这杆球是蝴蝶球，非常常见的一种花式表演。三号四号分别是两个中袋，五号九号分别两个底袋，二号六号这边的两个底袋，也就等于六个袋六个球。那这个球要击中在哪个位置呢？打三号四号的中间。三号和四号的中间，对，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好。哇，我觉得这个摆球是非常有技巧的。小婷，你说如果你把球都摆好的话，随便换一个人是不是都能打进去？有个别的表演球是这样的。要试吗？要，可以啊，当然啊，我也要享受一下这种感觉，然后把这个做成我们的宣传片可以吗？刚才那个蝴蝶式的那个是可以的吗？那个比较有难度一点，对不对？那个也可以，但是要稍微发一点点力。要试那个还是另外一个？我还是试最简单的吧。然后这杆球呢，您这样打三角框，然后打完了之后手要马上抬起来。打完了手要抬起来。对，因为白球会再弹回来，白球撞击三角框会弹回来，把这个洞口的八号球撞进，前面的四颗球也会进。这个是最简单的，对吗？这个不简单。啊，真的？那太好了，那我来试试。打中间是吗？对，稍微发点力哦，再打这个点，打那个点。稍微发点力，手要抬起来。哇，果然很简单，很帅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摆法，还有就是他给你指示打到哪个点上，然后打到那个点以后，自然那个球就会进到两边。哇，谢谢师傅。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环节，我们要来考考这个小婷的反应能力。你一边打球呢，一边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考验你的三心二意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好，准备开始。除了台球之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看电视。看电视。看什么电视？哎，看不到怎么办？最喜欢看什么节目？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如果与丁俊晖 PK 打九球，你觉得你们谁会更加厉害呢？肯定是我厉害。很自信啊。如果不打台球，你觉得你会做什么事？从事什么行业？设计。设计什么？服装。服装设计。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回答很干脆啊。为什么会想到台球比赛的时候穿旗袍？有中国元素。听说你生活中是麦霸，现在唱一首最能表达你心情的歌。有没有我好想哭这首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词。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人？讨厌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你讨厌的人？啰嗦。啰嗦。类似于你们家里的爸爸还是妈妈？都不是。最近谈恋爱了吗？没有。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老实的。想什么时候结婚？
快问快答，这个球打进吧。好了，谢谢谢谢。我觉得好忙啊，我最后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想什么时候结婚？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想25岁。现在已经过去了。对，因为以事业为重嘛。但是现在，慢慢的这个姑娘长大了，可能也会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啊，因为爸妈一开始是不着急，但是近几年觉得他们没说，但是多少会有想往这方面使劲儿，但是也帮不上忙。然后那我自己觉得还是顺其自然。但是内心想，如果能够马上遇到一个意中人的话，尽快进入婚姻殿堂也可以，但是没有的话也不强求，因为还要随缘分嘛。对，也不想有机会给自己后悔。对，也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了再说。对，我们再给这个小甜甜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在通向世界冠军的路上，潘晓婷曾经用坚持与苦练为她的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爸经常会跟我说，付出未必会有回报，但是不付出肯定没有回报。那你想要做金字塔尖的人，你要有天分，你还要有勤奋。1997年，在父亲的影响下，潘晓婷开始走上台球的撞击之路。在他10多年的台球生涯中，不管成功与失败，欢笑与泪水，父亲永远都是潘晓婷身边最坚强的守护者。那爸爸当时为什么会想着让你去来练台球呢？因为我爸特别热爱体育，然后在我们当地开了一个台球俱乐部。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初中，然后我看好像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打球，那我就吹牛，我说我爸特厉害，我爸怎样怎样怎样。他说那你会打吗？我说我不会。那你不会打你说什么呀，在这儿说的好像跟你自己多了不起一样。那我回来就缠着我爸，让我爸教我，结果教了有也就一天一个下午。那我爸觉得挺意外的，特别吃惊，没想到我女儿打得还不错。对，所以那时候就说你就当业余爱好吧，放了学之后你就过来打球。然后也就一两个月吧，那我爸觉得我打得挺好了，他去山东各地参加比赛的时候就带着我。那我就小跟班，我就在后面拎球杆当助理，对，看我爸打球。然后到听说有全国比赛，那我爸觉得那一定得给我报名。而且又是女子的，那我爸就去进了一张相当相当便宜的九球台。那我就在家练。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给我魔鬼式训练，确实吃了很多苦。夏天的时候没有空调，然后吹风扇会对这个球的路线会有影响，因为风吹过来可能球会飘嘛。所以热的时候汗就直接滴下来，然后滴在球台上，然后手黏黏的，然后搓不动球杆，这边经常会搓破。就是因为摩擦会搓破。然后冬天的时候手就冻得跟那个萝卜头一样，就弯不过来。就是凤眼的时候弯不了。然后跟我说他的偶像亨德利，然后一天练12个小时，然后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球。就说人家都到这个级别了，你才在这里。人家练12个小时，你练12个小时，你永远也追不上人家。所以你今天开始你要练13个小时。这算是被爸爸忽悠了吗？还是属于真的内心就我还真挺喜欢这事儿呢？没有，我就信他了。就信他了啊！我就信人家能练12个小时，我就练13个小时。对呀，我不能比他差，对吧？对呀。然后这个事儿在去年的时候传帮的。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亨德利聊天，我就问他，我说我爸特别喜欢你。他说你那个时候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球。他说我也干别的呀，我也听音乐啊，我也锻炼身体啊，我也出去溜达呀。我就说是吗？
我说你不练十二个小时？我哪有练过十二个小时啊？我也就练七个小时、六个小时，然后要合理训练。嗯。但是我觉得确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么这么多的练球时间，也没有办法让我的基本功这么稳定。听小婷这么说呢，好像哎。还挺轻松，还挺有意思的，自己又喜欢。其实真的练起来的时候，没有说的这么轻松。对，有的时候也会想放弃，也会抱怨，也会这个发脾气啊。有一次呢，他为了给父亲这个魔鬼式的训练抗议，他写了一篇日记。他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啊：17岁的我在做什么呢？17岁的我的同学在做什么呢？他们可以出去游玩，可以逛街，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练球上。苦闷的时候只能一个人躲在房里，又摔枕头又摔娃娃，自己唯一的一个17岁难道就这么过了吗？对，因为当时确实是这样，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滑旱冰，然后但是回到球房，我爸肯定让我练球，然后我就看着，眼睁睁的看着，放学的时候同学约去哪儿玩，然后晚上去吃小吃，然后有什么活动，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羡慕。然后但是我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我是感冒也好，发烧也好，要打针也好，就是每天雷打不动的练球。那我是在想说，上班还有休息日呢，我是一个月只有半天的休息，可以让我出去跟同学逛街吃小吃，但是有规定的时间之内要回来。然后我当时写这个日记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让我张口去跟他去跟我爸去理论去辩解，我说不出来，我觉得毕竟是长辈，我怎么说呢？而且我嘴笨，怕特别怕。我小的时候很不怕我爸，小的时候我可以爬在我爸背上给他扎一头小辫儿，我爸从来不会反抗。然后自从打了球之后，我就觉得我爸是不是被上身了，然后不对呀，太过火了，我觉得这是我是亲的吗？然后就对你太狠了是吗？突然间对，真的严厉。我那个时候我记得生病我要去打吊针，我不敢打右手，我知道我爸不会给我放假，我都是打左手。后来就左手打到没有地方可以插针进去了，然后说打右手吧。我那天打了右手，我就故意这样举着来的。妈说怎么了？我打针去了。我知道你打针去了，去练球吧，那边有一张空台。我说我打的右手。哎，谁让你打右手的？我说左手没地儿了，然后我说打了右手，然后喝口水练球去吧，一会儿没台了。那我就特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我趴下打球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输液的那些要流出来的感觉，对，就全都到右手了，就胀胀的。我在想说这打能打出什么效果，这手就是一点手感都没有，就特泄愤的叮咣叮咣一顿乱打。然后打完了之后，好不容易熬到有满课了，球台没了，我就跑到房间，连哭带摔东西。我小的时候还是蛮理智的，我不会摔那些容易摔碎的东西，什么枕头、娃娃，然后就扔下去，再捡起来，选择性的摔。对对，选择性拍起来，这个不能爱的东西绝对不能摔。然后摔完了之后就开始写日记，就是刚才写的那些内容。然后我记得那个日记本的那个纸都已经透了，就是那个字写完的就马上花掉，然后那个纸就全都是就是皱了，对，都皱起来，然后硬硬的。写完了之后我心想不过瘾呢，我的气还没消呢，你们也不知道呀。我就塞在枕头底下了，因为那天应该是礼拜六也不礼拜天，我妈就来济宁帮我们收拾收拾啊。然后第二天就被她发现了，发现之后我在那边练球，我就往那儿瞄，我看我妈进屋了，觉得应该一会儿就能发现了。练球一会儿看我妈夹了一个东西还怕我看见，就走了，走到办公室把门一关，然后就跟我爸吵了。然后那天我爸妈讲完话，然后我爸就出来了，因为被我妈说的，我爸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过了。
然后他就塞给我50块钱，说你今天下午休息吧，然后那个找你同学去逛逛街啊，吃点东西啊什么回来，7点回来啊。我说好，我拿钱我就去了。然后后来我爸跟我说，他说当父亲很难，当教练也很难，那给自己的女儿当教练更难。他就不知道怎么该去把握这个度，太溺爱达不到效果，如果太严格又怕以后自己会有遗憾，当时为什么对他不好。其实我比赛的时候我就特别怕看到我爸在我旁边，有的时候我一杆球没打好，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神就像两条光一样刺在我脸上，我就很快的就能判断出来他在什么位置，我就这样看他，然后我爸就这样扭头就走了。然后一会儿他换一个地方，然后我一杆球没打好，我就找，哎，不在了，一看在那儿呢，哎呦，我那心，我在想着完了，今天少不了被呲。然后我爸是属于不打我，但是他不理我，他不打我也不骂我，但他不理我，就很难受。然后比赛也是，虽然我拿冠军了，但是我中间输一场他都觉得不完美。爸爸是要求特别完美的，很苛刻的那种人吗？相当苛刻，他觉得你就不能有失误，你这杆球就不应该有失误。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很久没比赛了，因为我爸就没有在比赛，他后来打了一次会员赛，结果很紧张，因为太久没比赛。你在边上吗？我学他的样子瞄他两眼啊。然后他打完了之后他就说，哎呀，打比赛是紧张啊。然后我要求你以前会不会太严了，不过也应该严一点，没事了，你去练球吧。所以你终于找到一个报复他的机会了。在他打比赛的时候我坐在边上我也看着，只要打不好我也瞄他两眼。对，所以我爸现在有的时候每天还坚持练球。他练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说爸你那胳膊歪了，你回来一点我帮你掰一掰，你手怎么能歪成这样，你这样肯定打不进，一会儿我爸受不了了，你走开行不行。我们给你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可爱的爸爸啊。爸爸对你来说最大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我觉得给我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他没有他我不会坚持吧，我觉得。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陪着我去坚持，他有很好的工作，他自己有很热爱的事业，然后有其实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不顾，然后就带着我去北京也好去哪里也好。说实话我小的时候确实打球吃了很多苦，但是一样我吃了多少苦我爸就吃了多少苦，那我觉得吃苦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会觉得那是苦，那只不过是我跟着大人做什么我没有概念，因为大人不一样。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能不能为了我的孩子放弃我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全部把一腔热情扑在他身上，我觉得未必，我不一定能做到。如果现在爸爸在电视机前的话，如果你要对他做一个告白的话，你想跟他说什么？一说的爸爸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啊。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想让他不要喝酒。其实我爸压力很大，他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会喝一点酒才能睡觉，但是我觉得喝酒毕竟对身体不好，我跟我妈也是劝过他很多次，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希望他可以少喝酒，因为是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大所以才会喝酒。那我是希望今后他看我的比赛可以不用再紧张，不用再去担心，不用去担心结果。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看开了，其实比赛就是一个过程。我现在的目标，我觉得不一定是一定要去拿冠军，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然后了解这项运动，
了解我们所有的热爱体育的或者是说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在背后其实付出了很多，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去感受，然后或者是说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在自己今后的路上面，可以有一些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场面啊，我这次录节目的场面是最失控的，然后刚才还在说自己的泪点低，其实我想说让爸爸少喝酒，希望他的身体健康，希望今后他不用再为我的比赛感受到压力，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他跟妈妈。一说到自己的爸爸，也是跟他陪伴他这个台球生涯最久的一个人，那刚说的这些话你爸爸都听到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连线到你的爸爸，而且爸爸的电话一直都通着，我们来跟爸爸打个招呼好不好？潘爸爸你好。哎你好哎呀，你的女儿在跟你说话很感动啊，现场都哭得稀里哗啦，弄得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啊、可见这个父女情深啊。爸爸你刚刚听到这个小婷说的这段话，你有什么想跟你的女儿说的吗？哎呀，我就是我认为呢，孩子已经长大了，他确实非常的孝顺，也是一个有事业心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嗯，真的，我刚才我在手机上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嗯，做父母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心情，我已经很满意了。嗯，就是过去吃的苦也好，那都不重要了。嗯，我觉得你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在那么小的，在这个小婷那么小的时候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事业啊，然后陪伴她。刚小婷也说了，其实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做到这一点啊。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一直这么坚持的培养你的女儿呢？我呢，说实实在在的话，在我当时带小婷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小婷能有今天。嗯，当时只是抱着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热情，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在体育上做一些什么，就想是不是小婷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可是在当时真的是想不到的。当时可能您有一种小私心，要这个小婷圆你的梦，是不是？有吗？对对对，没想到小婷然后不仅圆了你这个当这个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梦，没想到她还能得这个冠军，超乎你的想象力。那现在，对对，如果这个潘爸爸，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要送给这个小婷，你的女儿啊，一个祝福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呢？哎呀，祝福呢，第一呢，她这十多年很辛苦，她身上也有很多的伤，嗯，职业留下来的。腰啊颈椎啊，我只是希望他今后就是说能够身体好一些，能够个人问题找一些解决，这就是当父母我希望的。嗯，也祝福他每天快快乐乐，快快乐乐生活。嗯，我想问一下，女孩子嘛，到一定年龄的时候，肯定爸爸妈妈呀，这个周围的朋友也会着急谈婚论嫁。那如果让你来选的话，选一个这个女婿的话，你想找什么类型的呢？作为我认为天下的父母，对儿女总是希望儿女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能找到一个好的另一半。作为我来说，这个事情还是随缘好。只要他能喜欢，作为我当父母的会支持儿女。只要他喜欢，爸爸妈妈就支持，只要你幸福就好，是吗？对，潘爸爸。对对。嗯。小婷跟爸爸有什么要问候的吗？
你们近多长时间见一次面啊？其实我爸最近特别忙，最近基本上我都跟不上他的脚步，得看爸爸档期是吗？对，他比我忙，然后前几天一直在出差，然后现在又是在济宁，因为他想把这个有想法台球、卡丁车还有室内的这个高尔夫融合在一起，所以我爸这几天特别辛苦，然后很多很多人就跟我说，他说你爸太了不起了，这个精力一般老头都达不到，说我们跟他跑去一天看场地回来我们都累得快散架了，他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再去打两杆球。所以我爸睡得太少了，我是希望他可以早点休息。昨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我听出来了，喝了一点酒，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那么激动，爸爸你听到了吗？不能喝酒。对对，好。然后其实我爸每次答应的都特好，他说行，我知道我身体最重要，我不喝酒。但是一到那个情况下他就退不掉。爸你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喝酒啊？能给我们一个理由吗？可能是我每天呢可能是比较劳累，劳累呢因为要开车，要开车呢就是白天是不能喝酒，有的时候晚上回到家喝一点药酒，这样对身体呢也能够起到一个舒筋活血的作用，所以说每天呢喝一点点酒。爸爸你这个理由找得太好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喝点药酒然后活络筋骨啊。好，我觉得喝一点没关系，像我父亲也挺爱喝酒，早上起来都喝，但是呢这个喝酒要有度啊，如果超了这个度之外就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爸爸以后少喝一点好不好？可以吗？好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次谢谢爸爸的连线啊，祝你的这个事业成功啊，梦想成真。谢谢爸爸。朋友们真的谢谢你们，也谢谢这么多年支持小婷婷的球迷们。真的小婷婷今天能有今天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帮助关心，才有他今天的这个成绩。真的，我真的好好应该谢谢他们。爸爸，你刚刚说对话呢，我们都已经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听到了。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的连线，谢谢。我觉得大家也听出来，我爸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然后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一开始不懂嘛，我会抱怨我爸，然后如果外面有人我正在练球啊，我爸就直接从外面领人进来到包房敲门，直接推进来，哎，小田您那个有球迷拍下照。拍，我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我说爸我在练球呢，你一会儿领进来一个，一会儿领进来一个，我怎么练球啊？爸说人家找你拍照看得起你啊。然后你得谢谢人家才对。我说好，我谢谢他，谢谢你。然后我爸只要跟我去比赛，然后我们退场的时候如果有人过来要拍照，然后不好意思说在旁边犹豫，我爸哎你要拍照，来我帮你拍，然后就这样。我说对，我爸我就说可能人家还没有赶呢，然后被你爸点出来，来过来拍照。对，然后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拍照，人家说没啊我拿手机看一下，那没事儿。就是也会有这种乌龙事件，会让你觉得有些尴尬，爸爸有点过度热情。对对对，是有点过了。其实爸爸的这种过度热情是其实两方面，第一个呢他可能觉得哎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大家所有人对你的支持，第二方面其实他是一个骄傲的一个表现，我女儿多棒啊，快跟我女儿拍照，我女儿世界冠军，经常会这样的，跟我爸爸很像。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然后我们都戴着帽子啊，然后在长沙吃饭就是低调嘛，对，不要影响到别人。我爸爸一来然后就说哎来坐那个这个李湘认识吧。然后我把帽子戴得更低了，根本不想让人看到我的脸，要拍照吗，来我们先点菜之前大家先拍张照吧。然后包房里的那个小姑娘们就特别高兴的，然后一起合影啊什么的。哎呀我真的我特别想换一包厢你知道吗，然后让我爸爸重新开始。我有时候经常批评我爸，我说你不用吧，可能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拍照，或者人家可能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干嘛就逼人家呢。
后来我就问我妈妈，我妈妈说你一定要理解你父亲的心情，他是因为有你这样女儿，他是一种骄傲的一种表现。对，所以我很能理解你爸爸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给这些爸爸们一点掌声，好吗？可爱的爸爸啊！刚才爸爸还说到一点，说到这个选女婿啊，选女婿，他说只要你喜欢就好了，只要你幸福就好了。对，嗯，我们今天选了四种男生的类型，你来选选看哪种比较适合你。好，嗯。第一张照片认识吗？丁俊晖，跟你是同行对吧？好朋友，嗯。然后第二个呢，韩寒呢，属于这种才子啊，志同道合型。张智霖呢，是你自己曾经说过，你希望找一个这种类型的老公，觉得他是个好好先生。最后一个呢，是你的梦中情人吧，梁朝伟。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要找一个老公的话，你觉得哪种比较合适你？嗯，那好难选啊。嗯，我选，嗯，张智霖吧。张智霖，嗯，因为之前很早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塑造的所有的角色，都是特别正面、特别老实、憨厚，然后特别忠心的那种形象。然后我之前也有说过，我说我非常喜欢他这种型的，然后高高帅帅，然后又又顾家又专一，嗯，然后老实可靠，就是大概这种类型的，嗯，就想找这样的类型，然后祝你能够找到这个你心目中的这个老实，然后又专一又疼爱你的这样的一个好男人啊。嗯，还要对爸妈好。还得对爸妈好，因为要住在一块儿，对吗？今天采访这个小婷，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小婷其实虽然小时候在练球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啊，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就像爸爸说的一样，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也得到很多。所以在最后呢，我们要特别祝福这个小婷啊，在她未来的事业能够越走越顺，也祝福你早日能找到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谢谢。眼前的观众背后的，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由美白专业品牌白大夫独家冠名的背后的故事，谢谢。如果刚开始学的话，我们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呢？简单一点的架手就是斯诺克架手，左手大概距离白球有10公分的样子，然后右手是自然垂直于地面，嗯，然后右脚在右手的下面，然后左脚在左臂的下面，然后下巴是在球杆的正中间，然后也就是说两个眼睛的中间。然后揉杆的时候一定要稳，然后有节奏，慢慢的拉回来，打出去，然后身体不要动。麻烦了。哎，可以哦。手要抬起来。